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小说开箱。那么这一期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面前这一款啊 ，CD Show 出品的这个1:4的雕像啊，我们这个蝙蝠侠。那么这一款啊，应该算是提前出货吧。之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四季度啊，现在是第三季度吧，应该属于。这一款啊，小说之前打开看了一下啊。感觉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表现方面还是差了一些啊。我们把它打开直接拿出来啊，因为箱子太大，也不方便摆放，我们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直接就给大家看了啊。其实东西啊并没有很多，我们的一个地台，一个胸甲，一个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主体和我们这个披风，只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直接啊来安装了。首先是这个主体，我们看这个地台啊，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孔位的，直接啊，我们主体这个脚底下也是有一个孔位，这个装位啊，直接把它装上，然后另外一个脚啊，直接踩在地台的后面就可以了，整体呢就安装上了，然后剩下呢就是我们上半部分的安装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上半部分的安装啊，首先是我们这个胸甲我们看到啊，它这个部分啊是一个半透明的，然后中间是一个蝙蝠，这里是有吸铁石啊，可以根据直接吸附在我们这上。但是我们这个披风啊，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要跟这个胸甲啊是安装到一起的。小说的方法啊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小说是把这个披风直接卡在这两个圆柱的上面，哎，然后这个哎披风啊往上蹬一下，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松紧带啊，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缺口吗，哎，蹬到这个位置，我们这个衣服，我们这个披风要这样，就是把它盖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胸甲给它安装上。哎，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是我们这个头部啊，这个头啊，其实个人觉得这个脸部啊，整体的刻画显得有一些长了，但是眼神和这个整体的感觉啊还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放上，哎，这样呢我们的这个组装呢就完成了。哎，那么我们这个蝙蝠侠的组装啊就完成了。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造型啊，其实这整体的一个造型啊，小说个人感觉啊，这个造型是有一些别扭啊，但是看长了也还好啊。那我们可以看啊，整体的一个造型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把它，哎，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面啊。那么披风呢，我们这披风的这个四周啊，这个两侧是有这个钢丝的。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造型，但是如果太飘逸的造型啊还是做不了啊，因为本身承受不了这个重量。那么里面呢，这件披风呢外面的材质啊冒着还可以，但是里面我看都是我们这个缝纫的一个这个线啊，但是所以说这个只能说看外面啊，里面是完全看不了啊。小说比较带感呢，还是这个地台感觉还是可以的。那么整体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姿势啊，有一点点的别扭。在整体的一个涂装造型上啊，也还是说得过去啊。但是在整体的一个涂装，小说这个你看啊，这个小说看了一下，我们拉近看一下，在我们这个裤衩的部位，这两个部位是有一个，感觉是一个凹陷啊。但是这个部位小说看了，好像所有到手的朋友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小说自己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在整体的一个表现上，在这个我们的战衣上啊，都会有一些简单的好像类似于划痕的一个东西。这一点平时在看来啊并不是很明显，如果大家近距离的去看
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雕像啊，我们买的还是一个造型啊，它的主要这个造型还有它的一个做工啊，但是这一款啊小说略微感到了一点失望啊，造型来说确实有一点别扭，但是不知道跟我们之后的1:4的小丑啊，如果搭配起来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那么小说也是因为这个才买这款这个蝙蝠侠，因为是毕竟啊想要跟这个小丑做一个配对。那么整体来说这一款的性价比个人小说个人感觉并不是太高，但是在整体的一个表现啊，小说也觉得还可以。给大家的意见呢，也就是说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啊，其他的朋友就不太推荐了，尤其说喜欢把玩的朋友啊，那就是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啊。但是相比于我们这个 LT 的这个已经天价了这个1:4的蝙蝠侠相比啊，这一款还是可以的啊，毕竟那一款实在是太贵了，现在已经4000多了吧。这一款啊，毕竟是雕像，整体来说呢感觉还是可以的。所以小硕给大家的意见呢，就是这一款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如果说在这个犹豫啊或者怎么样的，大家也就是考虑清楚吧，只能这么说，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啊。只能说在做工的表现上并没有让我感觉特别好，但是整体的一个但是这个唯一让我感觉比较涂装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地台，那么身上的涂装呢还可以，但是在一些细节的表现还是有一些欠缺。在这个披风的材质啊感觉有一点不太尽人意啊，而且这个脸部感觉有一点点的长了，这就是小硕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啊。那么买与不买还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小硕开箱。